苏格兰的传说，那被狂飙运动的主要的这个作家，一个叫霍尔德，改写成德文版的这样的叙事诗，就写成钢琴曲啊。好，那钢琴曲式的这个叙事曲，跟艺术歌曲的叙事曲有什么不同？很简单，就没有歌词了。好，没有歌词，就把这样的言诗里面的诗意，一切尽在不言中的，透过钢琴独奏把它表达出来啊。那文词感到即兴的时候，就交给音乐去发挥。好，所以19世纪是这个器乐曲兴起的黄金时代，只要就顺着这样的一个美学观念。徐嘉琪老师他弹钢琴，本来是一首独奏曲，哦，不过你刚刚看过的那个歌词，现在林中光老师会用练的把它练一遍，顺着那个音乐的起伏，一句一句把它练出来，有助于你去了解这样一首钢琴独奏曲。它本来是没有文字、没有歌词的，就把这样一首诗里面这个诗意表达得更加充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听这样的这个演奏啊，跟朗诵。Mutter, die Welt ist groß, das ist die Weitendring.
谁也是那么厉害哦。我就怕说大家没得痛，哎就怕这，哎就怕这，我就怕说大家没得痛，买错了，他杀个你啊！哦，这个老天很冷，说好是爱情的路嘛，没得，没得了。这个老天很冷，说好爱情的路嘛，这一人呢，一人一天是命啊。